很热吗？很闷。为什么今天没风啊？上周风超大的、欸。上周我们就快被吹倒。上周我们就在那里哦，茶壶山。那条路可以走。哦，那边超漂亮，那边看主峰超漂亮。那跟北峰感就是完全不同。不懂。你应该不认识秋燕人吧？听过。录影，你好专业，我在录影啊。对，好了 ，OK。那边没有绳子哦。哦哦哦哦手拿那个把手超白痴，加油加油！肥仔是猛男，他拿了一个石头，要帮助我们回家的路更顺畅，不然没有人踏得上去。这两只虾虾为了肥仔的手在打架，你有事吗？现在有一只吃的很爽。那个小男孩来到水边都会做的一件事。热哦，空气好差。对面是保罗间。是热闹吗？对啊。说是大鬼。对，大鬼。保罗间上面有两个人哎。三个人啊。三个吗？那个要什么？那个要从前面下去，然后再出上，出去上。超美的耶，好像真的好像在追路哦。哎、欸，其实这边拍过来还蛮恐怖的。对啊，难怪叫追小追鹿。下切溪谷。对啊，比较缓一点。他是直接用坐的吗？溜下去，太聪明了吧！我们要往后，紧张紧张。你们这边玩这个吗？哦，好感人的画面啊，好像牛郎织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！爆冲！很棒！一百分！这边的山区很特，就是你不管怎么看都会有，到哪都有路。因为路太多人走了，走出很多条。Hello。好漂亮哦！虽然是别人的后院，这才不是别人的后院，这最后是别人的后院，接近别人的后院。